聊天室，不要闹，好棒。今天来到这边，大家应该都觉得我没有近视吧？可是其实我是大近视，我差不多600度。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要做什么手术。我有一天起床之后，我就觉得如果发生了地震要逃跑，我又没办法拿隐形眼镜，我旁边又没有眼镜，还要麻烦人家救你，天哪，怎么办？我也想过，假设今天有僵尸然后逃亡，对啊，怎么办？所以我就觉得说，是不是要来做一个眼睛雷射手术？听说现在有蛮多种类的啦。就是等一下医生呢也会跟你讲你可以适合什么样子雷射手术。那你帮我找医生帅吗？我只能那么安排，帅的话你可能量出来视力会比较好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去检查。我们要把这个干眼症的事，你戴了那么久的隐形眼镜，它有没有造成一些干眼？这个放下去之后，会有点不舒服。放眼镜里面。放眼镜里面。轻的，我很轻的。啊！你好像那种表情符号。那需要我在这给你吗？有这种服务吗？照理讲，我们的内衣的分泌要让它吸到这个蓝色的脂质。所以也有吸到30的吗？有。好，那我现在开始点三筒了。你看近的会模糊啊，看看远的是没问题啦。啊，看上面。真的。好，我现在看瞳孔大了没有哈？我也很畏光。哦。有没有很大？你现在很像猫咪耶。真的。嗯。角膜有没有因为戴隐形镜好看着前面啊，或是心脏血管慢性发炎等等，这个是要检查它的视网膜视神经，其他条件都 OK， 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破洞，没有裂孔，视神经都正常。所以要先看有没有破洞，有没有裂孔，所以医生就是评估你可不可以做雷射吧。好，没有问题。这样就可以了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现在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手术的解说，它的目的是什么？它的步骤有哪些？嗯，好不好？做这个近视雷射呢，它有分要不要置办。好，如果有置办的，就是 LASIK； 不置办的有两种，一种就是 SMILE， 它只有伤口很小，做透镜的抽取；或是 TPRK， 它是用雷射把表皮弄掉，然后再把度数用雷射处理掉。我想问的是哪一个比较新 ？TPRK 它是最早期，第二代的话就 LASIK。那目前第三代就是。Smile， 但我发现台湾不是每一家都有在做 Smile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你会推荐别人选择的话，做哪一个比较好吗？金额不同是占一部分，有些人是怕置办的风险，包括有没有切出不完整的瓣膜啦，瓣膜复位以后会不会有移位的问题？因为 LASIK 现在已经其实都可以做到很好。其实，在台湾我们相信两个还是可以并存的 ，LASIK 还是有可以做 LASIK 的族群，因为 LASIK 的价钱是比较低的，而且还有特殊的需求，譬如说他会从事比较剧烈的运动的人，他就觉得不置办对他来讲比较安全。刚刚讲的置办啊不置办这个状况是，我们这个模型它其实就是角膜，然后这个瓣膜就是用雷射去切，之后我们雷射把角膜的弧度改变以后，瓣膜会盖回去。那 SMILE 应该就是它叫做透镜取出，是先用雷射做出两层的分离，然后做最后的2到4毫米的切口，分离好以后我们再把它抽取出来。那做这个透镜它的速度比较快，大概23秒全程就完成了，可是取出来的动作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。那这样子护理长还有什么东西需要补充的呢？这个手术的成功与否跟病人的配合度其实是很关系的。所以我们术前会有一个训练卡，训练的还要训练，告诉病人手术中你要怎么配合。你是手术之前要考驾照？真的。那最重要的就是价钱的部分啦。LASIK 的价钱3万多块到9万多块都有。为什么有这么大的？我们有选择不同的机器，次元越多，对于散光高的人还有度数高的人效果也比较好。其实也就是看你是几度，有没有需要到这么多的次元，一度可能就1万块，你知道吗？
夸张。那我们现在要来到 Smile。Smile 的价格大概是125,000块，两只眼睛。哦，它有度数的限制，大概在400度以上，1000度以内。那为什么不能在400度以下耍脾气？说我就是要做最好的。因为透镜太薄，在取出的时候难度比较高的。明白。TPR 可以适合怎么样的人？它价钱在哪里？大概两只眼睛75,000，它也是属于不置办的一种。我们比较推荐像先天厚度稍微比较偏薄的。偏薄是说近视比较低的人吗？不是不是，是指角膜的厚度。其实也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，就是你适合哪一个，就跟选男朋友跟选的内衣一样。有没有年纪的限制呢？18岁以上，然后度数稳定，半年内没有增加超过50度以上。那我就觉得说，那你差不多大学的时候，差不多应该是最好的时机。嗯，然后大家都一定会说一个东西，就是做雷射手术的医师自己不会去做雷射。我们自己做雷射的医师是都有做雷射了，就是我们自己，所以这都你们乱说的啦。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就可以来这边找那个护理长，他就会告诉你。对。今天我就戴了3天的眼镜素颜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做飞秒雷射全飞秒 Smile。 距离我们上次来这边检查之后已经有1个月了，其实我现在是有点紧张了，那我们就赶快进去吧。哎，天菜你来了。对，张医师就是院长，然后他等一下要帮我做 Smile 的手术。张医师，你有副业吗？看起来很像是整形外科。广告一下，除了做眼科，还做医美。真的假的？是，太好了。我猜中了吧？好了，我们今天先做 Smile， 后面我们再讨论你需要什么。虽然你看起来已经很完美了哈。我们要把眼镜脱下来。那这个眼镜给我，我想把它丢了，因为待会就不需要了。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在检查眼睛要做雷射手术之前呢，然后我们会看他的角膜呢有没有受伤。然后问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停戴隐形眼镜？有。3个晚上？2个晚上。是暖式的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如果是停戴硬式要2个礼拜才够，如果你做角膜塑形要停戴2个月才够，因为戴着隐形眼镜刚拔下来的时候，它会造成角膜某种程度的水肿，度数又不准了，做出来的结果当然就不准了，技术再好都没用。这个我很坚持哦。消毒会刺刺的是正常，手不可以上来碰到眼睛的位置，好吗？我尽量轻一点哈。我这样是很丑。不会，他只是消毒的。在感觉的，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感觉要去生小孩的感觉。好，来，妈妈盖被被哦，哈，有一点冷哦，好，来，医生帮你盖被被，好好睡觉哈。好的，放轻松哦。好，不动喽。好。因为你比较紧张，我们这边有3个医生，所以你心里要放松，好不好？好，看着亮亮的灯哦，加油！看绿灯哦，好，来看个绿灯。对，好棒哦！跟下面一点点。对，好棒。好，太好了，都不要动哦，你好棒，你真的太棒了，100分，太棒了，100分哦。我们剩下10秒钟以内就结束了，10 9 8 7 6 5 4 3 2 1。 OK， 你太棒了。我们要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，把上面跟下面分干净。好，这样它现在伸上去，先是上层的，这是一个上层的分离，没有办法分的。好，我们做一次示范给你看。好，看到我们上面分得很干净，看到，然后钻到下面去，然后把里面的再分一次。来，左上角到这里为止，我们的分离就结束了。现在分离的时候就是分确定的时候，就把它夹出来。你有看到吗？啊，这里很重要哦。看到吗？就跟刚才的地方。就分出来了。好，那他现在做完之后，要把它摊在上面，这样就检查一下，就确定它 OK， 好，这样就结束了。还好吗？好，来，
好，张开。张开。你有看到我吗？有。有你有看到他吗？有。Hello，OK，很棒，他很勇敢。其实过程就是很正常，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医师，他一直跟你讲说，哦，我们快好了，要加油，看左边一点，看右边。但是我心里面还会想说，阿凡救我，因为你看不到，你就会觉得担心。但是医师就会说，好，那我再慢慢的、仔细的帮你做，你就会觉得又就再安心一点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待会要到外面休息十分钟，我把保护的眼镜拿掉，休息一天，明天就看到了哈。所以目前都是 OK， 耶、yeah。我感觉你快挂了。对对，就有这种感觉。可是你会觉得看绿点很困难吗？看绿点不困难，但是你会疑惑，你说你看到那个绿点，完了绿点在跑啊，可是那只是因为绿点很远，可是你的眼球其实是真的会不自觉动。当你不自觉动，你就说惨了惨了，我手术失败。但其实根本没有，我觉得观众要知道最重要的是，你根本不用担心，你的眼球自己会动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医生就会帮你调整。我就想说他一直动了，完蛋了完蛋了，等下割错割错，其实没有这回事。所以呢，现在看得到我吗？很清楚。我几岁？应该30岁而已。你骗人啊，没有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再检查一下术后的伤口是不是 OK？ 好，这里有伤口，看中间。所以现在怎么样？去看电影啊？没有了。反正就是觉得有还是有一层雾雾的，雾雾的感觉，蒙蒙的。听说你才做10分钟完，所以我们后面还有10天要相处，我们还要再追踪。那其实一两天它就恢复大概8-9成了，2-3天伤口全部愈合，视力大概1-2个礼拜，最后落在1个月就还是要来找我。虽然你都好了哈，好，来握手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张院长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才刚做完手术，现在我看到的是雾雾的一面，但是呢，今天算是成功。虽然我很紧张，我想大家应该不用那么紧张，因为这其实是我们自己心里想的东西。那我们明天还要回诊，所以我们就明天回诊见喽。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你有发现你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，你根本看不清楚别人的身体吗？你不觉得你人生的那种快乐程度减少了许多吗？Hello， 那你不想要一次看清别人吗？很重要，很重要。